微变不变，七哥刷着牙还唱歌，假牙呀，那假牙嘛，不跟你们讲过吗？那是假牙嘛，多简单呢。说扎着腰带撒着尿，那你穿的是裙子啊，没穿内裤啊，对吧？第七条，七哥，国内持续的人口负增长，叠经济崩溃，将会对中华这个民族带来哪些不可逆转的灾难？谢谢。哎呀，这事大了，人口骤减，人种都会出现问题，啊，太大，太大了，这共产党这个是，这个灾难太大了，这个民族啊，大事儿太大。哎呀，我就别说了，我说的就太沉重的话题。这个第七条以后再说吧。第八，七哥，新中国联邦战友在全世界灭共浪潮中怎样扮演自己的角色？别懒，不要违背微针不破的原则，不要把手伸到战友的裤裆里和钱包钱袋子里啊！永远要相信我们做事情有轮回报应，永远要提高自己的识真假、辨善恶的能力。啊，我们要挣钱，靠挣钱让自己富有，而不是靠骗钱让自己富有。永远不要伸手，啊，千万不要我太多，不要患大脑症。啊。You're finally awake. I am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 of this spaceship. We are in a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there is no Earth.